蕾丝平口，但是这一次是美背的，是美背的，一样也是一体成型的罩杯，但是这个罩杯它就是没有那么厚，就是一般薄的，让大家穿戴内搭。然后呢，蕾丝一样哦，我们永远都是挑选超级大弹蕾丝，所以一样没有身材的限制，后背非常的漂亮。这一次的蕾丝是长这样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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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美的哟！然后呢，前面的蕾丝是花蕾丝，所以非常非常的好看。这个黑色穿上去会非常的美背，然后非常非常的美丽。然后这边它后背是微透肤的，前面就没有了，然后就是可以当内搭。